学，我们接着看这个下面寄送第八首啊。若有能修普贤行，若遇菩萨甚至海，能与一切微尘中普现其身尽中刹。昨天我们也用了相当的时间呢，给同学们做了报告。这个大意懂得之后，经文我们应当啊怎样来学习啊？我们是凡夫，不是化身菩萨，但是普贤行呢，能学多少，我们就学多少，啊，总归是要学的，啊。普贤菩萨的修行方法就是全部的华严经啊，可以说菩萨从初发心到等觉，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包括在其中啊。那为什么要说个普贤行呢？啊，普贤行跟菩萨行没有两样啊，为什么要加个普贤行？那就是普贤菩萨的心量跟一般菩萨不一样。用普贤菩萨的心量修一切菩萨行，那就叫普贤行了。这个意思我们在讲习里面不止讲过一遍啊，啊，我们常常勉励同学，我们应当要学普贤菩萨，效法普贤菩萨啊，普贤菩萨的心是圆满的大心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懂啊，不能不明了啊。普贤菩萨的心有多大呢？尽虚空遍法界。普贤菩萨的身有多大呢？也是尽虚空遍法界。我们一般凡夫啊，不但凡夫，包括了二乘全教菩萨，有懂得这个道理，但是没有入这个境界啊！谁能够常常想到我这个身体是虚空法界，我这个身体是整个宇宙，如果能常作如是观啊，确确实实身心跟大宇宙融合成一体，这个是普贤菩萨的思想，普贤菩萨的观念，然后
无论修哪个法门都叫破邪心。道理在此地，所以经上才讲啊，菩萨不修普贤行呢，不能圆成佛道啊。这句话的意思我们明白了啊，你的身心跟大宇宙不能融合成一体，这不叫佛啊。不但佛啊，身心跟宇宙是一体，确确实实是一体，化身菩萨就入这个境界了啊！绝对不是把这个身当作自己啊，当然身也不例外啊。宇宙之间任何一法都是自己，那身也是一法了，当然也是自己啊。六道凡夫啊，只认身是自己，把身外之物忘掉了。化身菩萨知道啊，身外的一切还是自己啊。这个话很难懂啊啊，为什么呢？不是我们的常识，我们从来也没有做如是的想法啊，所以我们在讲习里头常常以做梦来做比喻啊，因为你都有做梦的经验啊。当梦醒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认真去想一想？哎，刚才做的梦境啊，梦中当然有自己啊，没有自己你就不可能有梦啊，梦一定有自己啊。啊，梦里面还有很多人啊，还有很多这个山河大地。整个梦境从哪里来的啊？这个现在一般科学家都说啊，这个梦是意识变现出来的啊，说意识也可以啊，反正意识也是心嘛，唯心所变嘛，能变的是你自己的意识，是你自己的心，所变的一切境界，问问，是你还是他呢？啊，我们从这一点呢，细心去思维观察，明白了，梦中所有境界都是自己，啊，都是自己意识心变现出来的，那怎么不是自己呢？梦里梦到许许多多那些人，那些人都是自己啊。梦里面芸芸众生、山河大地还是自己，梦里的虚空也是自己你要把这个想通了，看清楚了，然后现实的境界跟梦境没两样啊。所以我们常讲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自己呀啊。在这一段事情，你要是肯定的认知了，我认识了，我明白了啊，我承认了，那恭喜你，你已经证得法身了
得法身，就超越十法界，不止超越六道啊！啊，你就是华严会上的化身菩萨了。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跟凡夫，就是那一念的差别。啊，凡夫是不承认，只承认这个身是自己，身之外的一切绝不承认那是自己，自他对立了。化身菩萨呢，他们的观念当中自他融成一体了啊。那我们讲自他是一，自他不二，这些全是废话，这些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啊。事实真相呢，佛经上常讲的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念头不生啊。还有个自他，你还起念了，都念念妄念啊。你还有言说，言说是废话了啊，不是真的。真的清净即灭相，啊，真的大自然的运作，啊，这个运作佛在经上讲是为识，啊，识在动啊，看到宇宙的运作啊，设法界一正庄严的运作啊，不论是大小，是大到宇宙，小到微尘，都不可思议啊。那么这是普贤的啊，用我们的话来说了，普贤菩萨的思想，普贤菩萨的见解，我们用这种思想见解啊，修六度万恨，通通叫普贤行啊。普贤行无量无边啊，归纳为十个纲领啊，这个就是普贤菩萨的十愿啊，我们称作愿望啊。啊，王这个字的意思是大愿的核心啊，大愿的主体啊，我们称之为王。实际上就是这个十大愿啊。第一个礼敬诸佛，普贤菩萨做到了，我们做不到。我们看这个人，哎，对他很尊敬，那个人瞧不起他，没看在眼上，哎，这不是普贤行啊。如果是普贤菩萨呢，对于一切人事物，他的心是真诚的，是清净的，是平等的啊，他的恭敬是平等的恭敬，决定没有差别啊。对人事物，这个多一点点，那个少一分，这是轮回心，那是凡夫啊。普贤是到
圆满的平等呐、啊！我们对佛恭敬，这佛弟子呢，大家没有话说了。对佛哪有不尊敬的道理呢？对一只蚂蚁，是不是要像对佛一样的恭敬？对一个恶人，无恶不作的人，啊，也是跟对佛一样的恭敬。这是普贤菩萨。啊，那么这样说来，普贤菩萨是不是善恶都不分的呢？善恶都不分就变成白痴了，那不是个正常人了。普贤菩萨跟如来古地上已经相等了，等觉菩萨了，他哪有不清楚的？啊，六道里头任何一个众生，啊，他的过去，他的未来，啊，过去无时，未来无终，啊，你的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啊，你所受的一切果报，普贤菩萨全清楚啊，哪有不清楚的道理呢？啊，那为什么还要用对佛那样恭敬心对一切众生呢？跟诸位说，性德自然流露，性德的流露，它就是这个样子。是发而无事啊！啊，性德里头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它流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吧？啊，一片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啊，丝毫。等差都没有啊，有丝毫等差，他不是普贤菩萨我们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修什么？就修这个啊，总得要有几分像普贤菩萨，不能完全像，完全像我们做不到，我们还有烦恼习气啊！一百分里头啊，总有个一两分像是，三四分像是啊，要认真努力啊，把自己境界。不断向上提升啊，这是正确的啊，这个叫真修行啊。如果每一天过日子还是悠悠泛泛烦恼习气，不但没有减少，天天还在增加，那你就要知道了，你不是修的菩萨道啊，你修的是三恶道了，啊，都是修道，你修的是三恶道，啊，果报在三途。我们的麻烦是无量劫来养成的烦恼习气，太重了，
太深了，想改改不掉啊。但是不能不改啊，一定要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。初学，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呢，决定随顺佛陀教诲啊，用这个来克服自己烦恼习气啊。头一个，我们不老实啊，起心动念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啊，总是要欺骗别人我们用的是妄心，用的是虚伪啊。那佛菩萨呢？佛菩萨用真心，用诚心啊。菩提心头一个，至诚心，真诚到极处啊，那是化身菩萨，那是诸佛如来啊。我今天要做菩萨，我今天想成佛，我头一个要学真诚心啊。别人虚情假意对我，别人欺骗我没关系啊。为什么呢？我知道他搞六道轮回呀 啊，我也要用虚情假意对他，我不就跟他走了我在轮回里搞了这么长久的时间，就是对人不真诚啊，沦落到这个样子啊。从今之后，我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。那么你要怎么个修法呢？你对一切人事物用至诚心，真诚到极处啊！用这个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他能接受，我们尽心尽力的帮助他。他不能接受，有业障深重的人不能接受啊！你用真心对待他，他在问你啊，你为什么用这个好心呢？你有什么企图啊？你有什么目的啊？他害怕了啊！到他害怕的时候，我们察言观色啊，他有这个意思，我们赶快退出。回避，让他心安啊，知道他没有这个福分啊，没有这个福德接受啊。佛家常讲嘛，佛度有缘人嘛，哪个地方有缘我们就到哪里去啊。这个地方人对我怀疑啊，不能接受啊，我们回避啊。我们对他的善行永远赞叹啊，对他的恩德念念不忘啊，直到他哪一天觉悟了不再疑惑了，我们再去帮助他不迟啊。
经上常讲的变化神通啊，都是说这些事情啊。在现代术语叫做高度的艺术，高度艺术的运用要有高度的智慧，就不会用错，就会用得非常恰当。所以菩萨亲近你是帮助你，菩萨离开你还是帮助你。离开怎么帮助你呢？帮助你觉悟啊，帮助你破迷，破除你的疑惑啊，这叫慈悲呀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了，佛出世啊，事先八上成道出世啊，在这个世间帮助我们，好吧。佛事先灭度也是帮助我们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佛来或者是不来都是为了帮助众生消业障，正佛慧，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永远没有间断。我们凡夫不知道啊，不觉悟啊，啊，我明白这一点点道理，了解这一点事实真相，是五十年读经没间断呢，啊，特别是在《华严经》里头，啊，体会到佛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，确确实实周边虚空法界啊，所以众生啊，如果我学普贤行，修普贤行，众生对我不恭敬啊，对我误会啊，甚至于毁谤我们，一定要晓得正常现象。决定不能有一丝毫责怪啊，我们要用高度的智慧善巧方便啊，来化解啊，化解的方法没有一定啊，在佛经的术语叫善巧方便念念不舍众生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、啊！礼敬呢，特别是在先前这个社会，伦理、道德、圣贤教诲、佛法，大家几乎都把它忘得干干净净啊，寺院庵堂还有这么个形式
没有内容啊，啊，没有内容是没有人真学佛了，没有人依教奉行了，啊，佛像在，佛的经书在，没人讲究了，啊，没人照做了，徒居形式，这个不能够利益众生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啊，佛菩萨并没有舍弃这个世间，佛菩萨天天还是观察这个世间，等待时机因缘。啊，时机因缘怎么成熟的呢？等待这个众生业障消了。哦呦，听说这个世间有世界末日，有大灾难，这个大灾难是消众生的业障。啊，众生啊，受苦受难，啊，受到极大的苦难。他会回头想想，啊，头脑冷静了，啊，思维善法，祈求善果，只要有这个念头，哪怕有那么一点点念头，佛菩萨都来了。啊，来帮助你啊！啊，所以灾难，灾难是消业障，你累积的恶业累得多了，累得多了时候，果报现前呢，果报就是消业啊，不是不好啊。啊，造作恶逆十恶，堕阿鼻地狱。无逆十恶是极重的罪业，这个罪业怎么消呢？在阿鼻地狱里就消啊！啊，六道三途是帮助众生消罪业。四圣法界啊，那个罪业消尽了，在四圣法界里头增长佛慧呀，啊，佛慧满足，脱离十法界，入华严境界了。所以三途六道不恶啊，跟世间些监牢狱一样，监牢狱不是坏事啊，啊，是让造作罪业这些罪犯呢在那个地方反省啊，在那里觉悟，在那里回头啊，世间监牢狱是人造的啊，三途六道不是人造的啊，是业感啊，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业感品，是你造作的业的感应变现出这个境界啊，地狱是业感的，那么你想想设法界是不是业感的？是啊，地狱是恶业感召的
人天善业感召的。四圣法界以上的是净业感召的，脱离不开业报。我们头一个要学礼敬，一切恭敬，佛如是，儒也如是。你们打开儒家的礼记，礼记头一篇去礼，第一句话去礼无不敬。那个无不敬，岂不跟普贤菩萨礼敬诸佛一个意思啊？事出世间圣人教人，都是从一个敬啊，礼敬，从这里教起。头一堂课我们把它疏忽了，没有认真学习，所以在佛法里头纵然学学几十年没有成绩。什么原因呢？基础没有啊，礼敬是基础啊。对待一切人呢，不能没有恭敬心呢。尤其是对待恶人，对待自己的冤家，对待自己的仇敌，你要用礼敬啊。冤家仇敌他都有佛性的，他都是佛他对我有怨，他恨我，我们不能怪他。回过头来自己要反省，要检点我一定做错事惹他怀恨在心，他为什么不恨别人呢？凡夫最大的过失，最大的缺点，所有一切过失都是别人的，自己没有。这个人永远在三途六道，这个是真正的愚痴有智慧的人他不是这个想法，有智慧的人呢，遇到逆境恶缘，他回过头来反省，我一定做错了，绝对不会把错误推给别人。你反省，改过自新。这是真正忏除业障啊，提高自己的境界，提升自己的定慧。所以逆境恶缘是善知识是我们自己的学习，不断的在进步自己确确实实得到法喜充满孟夫子所说的法
但求诸己啊，特别是在逆境恶缘当中啊，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啊，过失肯定在自己这边，不在别人呢啊，你才能成就自己的德行，成就自己的学问。啊，称赞如来，是吧？恭敬是平等的，恭敬决定没有分别。啊，至诚恭敬。啊，赞叹里面，这有差别了。啊，所以称赞不叫祝福了。礼敬祝福，称赞如来。祝福跟如来差别在哪里呢？啊，说祝福是从相上讲的，相是平等的，所以礼敬是平等的，是从自性上说的。一个从相，一个从性。啊，说祝福是从相上讲的。说如来是从性上讲的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称赞那要看这个人他的心行与性德相应，称赞与性德相悖，不称赞。这个好啊，啊，决定没有回报，不赞叹而已啊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我们见到了，啊，五十三位善知识。代表现实社会里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行业里头啊有善有恶 啊你比如说屠户，杀猪杀牛杀羊啊，杀鸡，从事于这个行业，这个行业杀生的行业。善财童子遇到了这些人啊，屠夫李英至诚恭敬，但是怎么样，没有赞叹。他有什么问题向他请教啊，直截了当就提出问题，前头没有称赞的话，卖酒的这个行业，开赌场这两个行业，啊，这些行业，善财童子不赞叹了，
为什么呢？这个行业与性德相违背，善财去参访，这个是有道理的。为什么呢？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，宇宙之间一切事物都要通达明了啊，通达明了，你不接触你怎么能明了？不接触听别人说的，你没有得到证明啊，必须要跟他们学习，向他们请教啊。所以善的要学，不善的也要学。诸佛如来无所不知啊，无所不能啊，他那个能力从哪来的？哦，参学得来的。从前方东梅先生给我讲啊，这是真实的学问啊。绝对不是闭门造句啊！自己在家的时候凭我理想，那可不行啊，那不符合事实啊！啊，所以说佛教讲的这个修学，那是非常有道理啊！一定呢要亲自去学习。所以称赞这个里面有这一点差别广修供养，这个里头没有差别啊。他恶人做坏事啊，他今天没有饭吃了，他今天没动了，你要不要帮助他？要帮助啊，不能说这是恶人坏人啊，我们就不误他，不可以啊。广修供养里头没有差别的啊。那么这个里面啊，带有智慧，不能随顺感情，要随顺理智。这个供养要恰当啊，他是做善事，我们帮助他，也要帮助他适当，不能过分，不能不急啊，不急他的事情做不成功，过分怎么样呢？增长他的贪心啊，增长他的烦恼啊，这是错误的啊。恶人供养过分了，他拿你的供养去造恶业啊，他有罪，你有过失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供养确确实实是他所需要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帮助他促成他的好事啊，这就正确了啊。所以这个里头一定要有智慧啊，要有定功啊，这个定功啊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啊，智慧啊你就抓到分寸
恰到好处。第四个纲领，铲除业障，这是属于自己的。前面三条都是修福，修慧修福啊！自己一定要肯定，我们在六道里面，无始劫以来，生生世世啊，造的业障啊，无量无边啊。佛在经上啊，举了一个比喻，如果这些业系种子，它要是有形象，那个形象再小，像一粒微尘一样，无量劫到今天所在的，他说，尽虚空都容纳不下。这个话绝对不是夸张啊，是事实啊。所以一个修行人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无论修学哪个宗派啊，大乘小乘显教密教，最重要的就是消除业障。没有成佛之前啊，这个是修行的核心啊。修行当中最重要的过程啊，消业障啊。你看看离境诸佛是不是忏悔法门？是啊，忏悔我们无始以来共高无难的习气啊，我们对于一切人能理解啊，称赞如来消除口业啊，生生世世造多少口业啊，广修供养是铲除无量劫来金贪的恶习啊。不知道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啊，把这个虚幻不实的境界误以为真实啊，念念想占有，念念想控制啊，广修供养啊，对付这个业障的啊，我不再占有了，我不再控制了啊。这个是我在讲习里头讲过很多很多次啊，我们要真修行，要真有成就啊，一定要放弃对一切人事物占有的这个念头啊，要放弃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，我们的心得解脱得自在了，这个才与性德相应呢。性德里头没有占有，没有控制
没有这些妄想执着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